大概多久？你几岁出来唱？国三。哦，阿个囡仔嘞啦，难怪我一直懂。我的第一次是高中毕业啊嘞，嘿，但是我可能较戆啊嘞，我个懵大。我没有，我无错。哎呀，我嘛袂感觉会惊啊，是安那？啊，阮爸爸是大概是足惊的嘞。因为我第一摆出来吼，拄啊拄到迄个对台，就是有两台。哦，对台。啊，然后他怕我不会唱歌，啊，然后也怕我不会怎么在台上怎么跳舞这样子。对哦。哎，啊，所以伊大家吼足紧张的安尼。哎，啊，但伊比我较紧张，我完全拢无咧紧张。但是吼，上一摆了吼，就感觉第二摆要做对紧张，因为你知道大概怎么做，可是你怕做不好，哎，你就惊做无好势，啊，所以你就较紧张。我都三点听。啊，所以你是第一摆较紧张就对，啊，我是第二摆较紧张，一直抖。啊，重点知影好唱歌无啦？啊，有唱完。唱完就没有关系。我讲爸爸，你老抖的是。啊，没啦，安尼你一直抖，你会唱歌，一直有抖音，对不对？对。哎，安尼听袂刚才台语歌曲就是要有抖音嘛。哎，没，自然就是抖音就出来了啊，那样。哎呀，那嘛是袂歹啊，哎，全部被抖不出来嘞，一直抖。我记，这是吼，咱第一摆吼最难忘的经验啊嘞，哎嘛袂歹，像我嘛是永远记得吼，我第一次在舞台上。你不会紧张啊？第一次不会啊，可是后来就有点会紧张的啦嘞。从头抖到尾。不要紧嘛，咱每一个人吼做一项工课吼，哎，拢会第一摆做工课也好啊，啊哎不管。做上面扛回来，就是都会有第一次，所以吼第一次吼也是会当讲吼非常难忘的经验啊，那啦吼，哎，像咱咧出来要探子头一摆吼，哎，就是足紧张的安尼，对，来啊，刚想吼咱的演员然后，哎，嘛是咱的高材生了吼，啊，非常的不简单，啊，起码吼没有办法出国了，哎，啊，我都过去留学啊，呢，我今天吼我那都爱四界走四界飞啊，呢，哎，安尼。向往自由啦，这样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嘞，哎，安尼探钱靠目标啊，啊，咱探钱就是要来哎游山玩水，哦，该做什么工作，咱来做什么工作啊嘞，然后，然后咱的高挑美少女体格非常的赞，然后，啊，歇这几个月啊嘞吼，体格拢无叫糟践啊嘞，哎，也是保持了足赞嘞，你莫讲油啦，你安尼讲油啊，你讲，真的吗？没啦，没，我今晚嘞无先看，还佫无什么无接出来感觉嘞，有啊，再来就看，真的吗？你莫讲。让人安尼都羡慕又嫉妒的安尼哟，哈！啊，咱等下再来看伊一个体格，然后我是感觉伊安尼保持了足好个安尼，但是伊讲伊淡薄有积出来，咱再看积偌济出来安尼。然后今第二首要安排什么好听的歌？安排这首歌一个徐克克偷来牧羊人。哇，好听的歌曲哦！没有这首吗？来，哦，没有这一首了。啊，今麦吼，咱个演员吼，再来安排一首咱个好听的歌曲。啊，快要安排什么歌曲吼？甲老师诶，讲一下，咱老师选一下咱个歌曲编号了吼。来，啊，感谢咱所有姐姐咱个好朋友，啊嘛希望讲会啊，刚好咱个好朋友会当回头来甲咱欣赏到尾，祝福咱所有姐姐咱个好朋友会当来买轿车，过来甲咱喝家伙啦吼。啊嘛希望讲会啊，甲咱个宣传中传播所来安排，即个会当陪伴咱所有姐姐咱个好朋友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咱个晚间时刻哦吼。来，啊，即摆赶紧哦，即摆要来拄啊，阮咧要唱国语歌啦，啊没有那一首，咱即摆换唱台语歌，非常好听一首咱个抒情歌曲《观音》，来给咱演员。我靠爱你，我
讲。